宝宝。这只猫远远看蛮大只的、啊。可是我看到超大只。狗还是猫？啊！不要走啦！出来！啊！哎，它掉了一点点毛。出来出来出来，为什么不出来？我们太多人把他吓跑了。Come on, cat. Cat, 出来。喵喵。喂，啊，不要跑走。他在跟我们玩，他看起来很干净哎，小心一点，小，你太大力了，你吓到他了，啊，你把他吓跑了，小力一点，你要轻轻的摸，不要把他吓跑。我拍到他的屁屁了。你要轻轻的摸，那蛮乖的。妈妈，嗨 ，cat。让人家躺在地板上。你是不是要问？That's a really nice cat. 它的那个它的 pattern 蛮好玩的。Yeah. 全白，然后 it's kind of a weird pattern. 姑姑家的猫也来了。没有啊，是别人。不知道是什么。猫毛啊，这样。他很乖，都没有咕噜咕噜咕噜。There's so many of us, and he's like, get away! Hi, cat. 他很快，很乖啊！你要小心一点。不过他刚刚很乖，他都没有抓人。要不要摸他就是了。乖的屁股头。他只认主人而已。不会啊，他跟我蛮，跟你们都蛮乖的。他刚刚还好像在掉毛。他的猫啊，你看他抱得这么好。See, he's stingy, he don't want to let you play with it. Yeah. Oh, that's just like you. You don't share sometimes, now he doesn't want to share. Now you better know how to share. Oh well, no more cats. Say bye-bye. Say bye-bye, Kaylin. Bye-bye.